脸到脖子粗，我就是伙夫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葱香牛肉。现在我们来切好这个牛肉哈，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切这个牛肉哈，一定要逆着筋切，顺着筋切的话，到时候炒出来熬不动。现在我们来切点洋葱，洋葱我们把它来切成丝，用来打底哈。现在我们将切好的牛肉进行锅码味，放入盐巴、胡椒粉、来勺蚝油。来两勺生抽，料酒来两勺，好，进行抓子。好，现在抓着粘稠，我们放入个鸡蛋清，好，继续抓匀，让它充分的吃进水哈。好，最后来点水淀粉，抓匀，腌制10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锅里放点油，我们先把这个洋葱炒一下。好，下入洋葱，炒至断生哦。洋葱的香味炒出来了，放点盐巴。好，装盘垫底。好，老规矩，热锅冷油，油温六成热，我们下入姜末、蒜末、香槟啦，炒香。好，炒香之后放入牛肉，好，迅速的滑散。好，牛肉发白之后，我们放入海椒面，放点孜然、白糖。好，出锅。铺在这个洋葱面上，再铺满性感的小葱花，一定要撒多点哈，全部把这个牛肉来盖上。油温70度，我们淋上去，充分的把这个香葱的味道来激发出来哈。开饭，整个。哎呀，全部是葱头儿，啥子不说了，就是一个字，嫩。关注我不迷路，跟我做零食物，真哦，巴适。